本来是有一个要转去世新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转回来辅大了。我不是撩妹，我是马志高。我要离去。因为我跟他一间嘛，所以我知道他脚很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四八四，很久没看到这个单元拉你们等很久的谁来尬聊系列回来了。那前面几集还没看过的粉丝朋友们，记得再回去好好复习。约这次我们来到辅大，粉丝们有好多问题想问啊，准备接招了啦，开始咯。我还记得啊，可是没有有趣的事情啊，我们只是一直被电了，就被电了呀。对啊，我念监控，没有，我们只是被电。本来是有一个要转去世新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转回来辅大了。又转走了。哦，所以只有佩嘉离开。对。然后你是那个转走又转。处于有一个绰号叫武棍阿北，没有追到我 IG 吗？你是。处于现在每天晚上都会来我房间跳舞，然后我都会录。我不是撩妹，我是马志高。跟谁的？没有。我老坑，我对他不够好。问我也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佩晨，佩晨是我们全队最准。三分是嘉豪教我的。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回答一点问题。基本上我们到现在还没回答任何一个问题。有一次我在聚餐，一凡有点心情不好，一凡就喝了一点点小酒，开始讲内心话。他说他每天都很认真练球，他在冷的时候每天就五点多就起来投篮，然后练完球之后还会自己在家练，然后他还强调他 每天都这样，然后他所以现在就那么准。哪方面？如果是饮酒的话应该不太行，还是饮酒好。是善良有礼貌叫，我是可爱型的，差不多，再矮一点。对啊，因为我大概180左右啊，我不喜欢太高的女生。是女的，然后长头发，可爱型，然后孝顺，喜欢可爱的，然后要比我矮。我要离去。因为我跟他一间嘛，所以我知道他脚很臭。其实全队不是他最臭。本来是俊翔啊，我就接下俊翔放歌。嗯。还是会问呢、欸啊，这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两个队长。我大都是去年出生。哦，所以你们两个就都是队长。沟通嘛，然后还有进攻。将军志豪、嗯，小杜、冠龙、秦亨、玉成、祥奇、博元、世恩，九个。本来是我自己要单身，但是久了变自然单身。可以。可以，可能要比我主动一点吧。就是我会很配合人，但是我不会主动去跟你那个。对。会啊，大一、大二蛮常去的。就是大三就比较懒，两年没同校了，其实我有新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右伟嘛，大家都知道。我是那个陈平，哎、欸，他不见了，不然你可以让你看一下我偶像长的样子。有，不会。那你们为什么聚会？还有那个 A 柱跟 B 柱，很轻松的，就是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切入就得分，就我也不用多喊什么，就是还蛮有效率的一个。新竹市区，你有女朋友？你真的有女朋友？有啊，只是他都在上班。真的有？到底是什么？你真的有女朋友？有。前面回答真假？本来是我自己要单身，但是久了变自然单身。我是走那种渣男路线。哎、欸，问我理想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比如就是可能看到就会喜欢。佩晨，会双会回答，对，都喜欢，因为两个教练都很好。其实苏哥教防守，就是都可以帮我们把细节讲得很清楚，就让我们都懂。然后宝哥就是比较多进攻的部分。我会去台中，因为哲廷女朋友在台中，所以我都会去台中找他女朋友玩。跟哲廷相处在一起就会变这样。俊翔，其实我印象中就是俊翔之前还很也是很小只，可是那时候脸跟他现在脸一样大。喜欢，就是巧克力也喜欢，蛋糕也喜欢。这是你啊，哲廷。好，我哲廷，我哲廷。从小到大都是11号，从国中，因为教练说穿11号比较强。我是因为那个之前 Kobe 以前好像穿8号，然后我的生日刚好也是8号，然后就穿8号，从小到大都穿8号。我是从国中本来就想一直穿7号，可是一直有人穿，所以我就只能先选编号嘛。可是我今年是7号。我今年选到大学换零号是因为想重新开始，然后高中穿的包也是哲廷穿走，所以我就没办法穿。从国中就穿6号，然后就懒得换号码，就一直穿6号。龙岗国中，中正市场附近那里都很好吃。算其次了吗？每天都练车，六日会看情况，看身体的状况，就是场地有没有。还没，但是应该今年开始会开放给就是朋友或是亲戚，就是算，脸皮够厚就。你们脸很红，他脸很红，特别甜呀。甜嘞，可以笑久一点。因为是我爸妈生的、啊。有啊，我都会问佩晨啊、一凡、哲廷。他们都会叫，那会不会是我爸问的、啊？我最近比较喜欢吃蛋糕，什么泡芙啊，或者是就是全年买得到的那种蛋糕，看心情。那你那时候？因为有人说那样比较好看。请问你们今年的目标是比去年更好，跟嘉豪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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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的谁来尬聊辅大篇，大家还喜欢吗？还想看谁来跟我们尬聊呢？不啰嗦，直接留言许愿起来。想看更多谁来尬聊吗？敬请期待，继续追踪订阅 TSNA， 新影片通通不错过。就你是在我们房间跳的那样，有镜头，把你的全部都给他们。好恶心哦！把你使直接使出浑身结束看，来吧，会的照顾他们。对，来。Yeah.